3月3日，有媒体拍到郭麒麟与女生街头亲吻，疑似恋情曝光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郭麒麟带女生一起与朋友吃火锅，同行的还有张九龄。用餐结束后，一行人乘车来到国贸附近。该女生似乎是醉酒，郭麒麟走过来扶她，期间女子主动向郭麒麟索吻，画面十分甜蜜。随后，女生突然显得不太高兴，试图甩掉郭麒麟的手，郭麒麟赶忙上前哄她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出，女生长相清秀。在郭麒麟哄好女生后，三人前往 KTV 唱歌。大约1小时后，郭麒麟与男子一起离开。画面曝光后，不少网友猜测该女生是演员蒋依依，而且身形与蒋依依也很像。但仅凭这些，并不能确定该女生的身份。我们还是坐等本人回应吧。郭麒麟和蒋依依因合作热播剧《赘婿》而相识。去年蒋依依还现身德云社封箱演出，当时蒋依依看见粉丝还热情地打招呼。除此之外，蒋依依还曾陪伴郭麒麟去做近视手术与医护人员合影。如今再曝恋情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